大家好，欢迎来到探阳韭菜。本频道是透过趋势线形态、支撑及压力的方式来分析个股。一百元会员是纯粹赞助本频道，三百元会员会在星期三和星期日发布会员影片。会员影片的内容是支撑及压力个股的分析。 大家好，欢迎来到探《探索再探九三》那三时间是下午的三点五十四分。那我们今天大盘呢上涨了一百二十四点六点哦。那我不知道今天的涨幅有没有让大家很开心啊？那我自己的部位呢是整体呢呃上涨的幅度还不错。对，然后那时候在这个呃这个盘中的时候就讲说，讲一句话说，希望这个行情可以呃是是这个下周一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封关交易日啊，扣除今天也剩下五天。 对，所以说，呃，如果说有打算爆股过年的哦，今天要上涨的哦，上礼拜才是一个不错的买点，那今天要上涨，所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强势个股哦，可能都还在创历史新高，比如说我们想到的 IP 股的，像上周五是四星 KY，那今天的话是这个 M 三一，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哦，只不过我讲一些比较。 价格比较高的，对，那在这个上涨行情呢，你看可以看到我画面中基本上全部都是红的啦，很少有绿的，但还是有啊。那有的话其实也是下跌，可能就是那种嗯，最多两三趴就很多了啦，很多了。对，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吧。好，那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停利呢，是停利的两档，剑准跟联发科。那这简单讲，那联发科为什么只有两趴？因为那时候是在尾盘的哈，那时候从十二点五十分嘛，然后一路一直看看看，看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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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 那想说，哎、欸，这个资金的分配啊，然后呃，就是要要怎么去规划这样。因为我没有在前一天做这件事情，那我是在尾盘做这件事情。那一转眼，哎、欸，发现哇，时间已经在一点大概二十五分了。对，那时候想说，好吧，那就是随便买了。然后就会说，哎、欸，看台积电好像价格呢，可能还在一个。 呃，可以许的范围，然后可能跌下来会再做加嘛。那时候就我想说，哎、欸，进场，进场之后它没有回来，然后就上涨了。对，那就看一下吧。就呃，一的是这个十趴的停利，哦、喔，这个算是不错。那这档算是追破底翻哦、喔。那如果说不是追破底翻的话，可能那个呃，报酬更高了。我自己是追在这一根哦、喔，追在尾盘。对，那时候是呃，如果说我常看我节目，你可以知道说，哎、欸，我也是算是一个。 呃，不算专业啦，但是勇敢呐，好、哦、勇敢，因为这边之前有进场，然后这一根被打停损，这一根这一根被打停损，那在这一根呢，因为这里很明显就是有一个 W 底嘛，很明显有一个 W 底，然后在这一根突破的时候，尾盘的时候进场，对，那可以看到我的那个趴数，我好像卖在一个还不错的位置哦，它在盘整这个这个地方，啊，大概在八九趴这个地方，所以哎拉上来差不多嘛、哦、，9九趴。 对九趴。对，那如果说那时候可以更香一点的话，哦，当然是这个地方在盘中进场，哦，做盘中的机会拉拉上到我卖的那个位置有14，有1四趴。对，那这一档是散热主曲这样子。 对，那下一层可能会看向这个地方有压力，就看要不要在一些获利减嘛，因为有可能搞不好它会变成区间震荡。当然我会都希望它一次突破了，那就是想想归想啊，我不要做梦了，还是要照着纪律去走。所以那这一档这个联发科在上周的时候这根进场，哦，尾盘进场，那原本想说我们在等待九百块嘛，但是它没有到到，我在九百零九应该在附近啊。 哦，拉起来给大家看，应该知道几趴两趴嘛。以看一下。哦，那可能我卖的位置，我看一下我卖在哪边。我应该是两档都差不多，在这个区域去做这个卖出來。我有点忘记了，差不多了啊。也也或许说是我买比较高。 哦，买的比较高一点点，可能在这边啊，所以说差不多是在两趴，然后扣除手续费，哦，差不多在这地方。对，那这个没什么特别好说，因为它就是其实是并没有到达九百块这个整数的、哦，而是就是卡在这根跳空这个低点的位置，然后在这边进进场。哦、上周上周的时候，好，那我们就来讲哦，早上的时候原本想说，哎、欸，这个 key 一下这个呃新闻看到的内容，发现说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对，它今天就没有所谓的。 应该说有，但是呃，想表达的东西不一样、喔。我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应该打标题，那个标题其实我们是要讲这个这个一个新闻的、喔，算是消息面的东西，那把它放在所谓的个股的一个分析，然后也把它当做这个观点的一个算是就是带给大家的一个。 想法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删掉啊、哦。原原先原本想说，哎，还是再讲一下记忆体，那在想,想嗯，算了，好像也没有一种，好像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因为今天也没有特别有这个消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在讲。 我在年末，去年年末的时候也一直在讲哦，报价会上涨啊，然后转亏为盈啊，等等等,等，哦，海力士啊，那、啊、可能还有华邦店啊，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那、啊、再来的话，我、哦、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是否爆股过年？哦，昨天呢，呃，其实我们有在那个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群组有讲。那我在我昨天呢，我想说，哎，昨天就发了这两个哦。那刚发这一个、啊，那我们看一下，呃，有空去帮我这个追踪一下那个赞啊。那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昨天打打的内容的大概这样子，我们从这边先讲，啊、就是说，哎，要不要爆股过年这件事情？ 相信蛮多人都会去做一个小小挣扎。那可能有些人说啊，看这个感觉上不太行了。那呃，反正我我个人就把我自己的想法去告诉大家，然后算是用。 比较偏第二层思考啊那第一层思考就是这东西，你其实只要去查报股过年哦，你去查报股年，你就會发现说，哎、欸，有这个新闻。那新闻告诉你说啊，二十年来的历史数据告诉你哦，报股过年的胜率是十五胜五败，那大致上的胜率就是七十五趴，七十五趴其实很高。所以如果说我们站在一个长期呢，呃，我们操作股票哦，操作股票，我们支撑压力，支撑买进压力卖出这样的操作，有七十五趴的话，超高。所以理论上你就是要报股过年，这是第一层思考哦。那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直接比那个呃加权指数，它在隔 一天的收盘，它是收高还是收低？哦，这样子，对。那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换做第二层思考的话，哦，这边。 一样哦，前面开头讲的东西哦，胜率高达七十五趴。那这个东西讲的是第一层思考。那如果说我们讲第二层思考的话，如果说上周哈、哦，你比较贴盘面的人，可以知道是怎样。上上周的话、哦，虽然说大盘是呃很硬挺上涨，但其实吴老讲我自己个人比较有感是上周一哦，就是这个 AI 三雄哦，也让我体力也比较爽一点之外啊、哦，那其他基本上都在横盘和下跌，其实其他个股也是，所以其他个股也是，但是大部分个股都呈现一个呃上涨无力哦，其实就是因为它只拉。 上市的就是台积电嘛，大家都知道。那上柜呢，哦，一个是上柜的头，上柜的头就是元泰哦，元泰上周也涨了非常多，所以说造成一看市场美好的一个柜买，很大盘。那、欸、其实好像个股都是长期期，所以在大盘过完年到底呢，第一天收红还是收绿，我觉得不太重要。如果说你用第二层思考去想的话，哎、欸，搞不好好大盘真的上涨一两百点，那那又如何？ 搞不好他拉台拉台积电啊，对不对？台积电在这个呃我们封关的时候，这个台积电 ADR 也在疯狂上涨。哦，那他拉台积电，那跟我们其他个股也没什么关系啊。大家懂的意思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能说了。如果真的怕的话，你也是就是在在于说你要怕一个非常国际突发的黑天鹅事件。那黑天鹅事件之之所以被称为黑天鹅事件，就是你真的很难预测啦。哦，像是有一些这边突然跟那边打仗打起来，哦，那搞不好比如说中东那个区域，我是说啊，就、哦、是中东的区域其实就是很常在打，那感觉打好像没什么特别，但 但是呢，在二零二二年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当时啊，大家觉得说不可能会打起来，只是还打打嘴炮而已，哎、欸，就打下去，打下去呢，加上一些呃，可能刚好需要来一个空头年嘛，然后二零二二年就跌得很惨嘛。所以说黑天鹅事件，我们自己本身也很难去去去这个做预测哦。比如说总统大选，哎、欸，突然就是跟之前的事件一样，一颗子弹事件，然后突然再往下跌，对不对？那都有可能在我们平常的时间点发生，搞不好呢，等等下午就发生啊、哦，发生什么事件，然后呢，造成夜盘大跌，那我们明天呢？ 对，明天怎么办？今天晚上怎么办？哦，那还是又回归到你原先的一些部位。如果说你怕的话，那就不要报过你。 我是、哦、这么简单，对，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胜率那個东西红不红、绿不绿，那根本没什么关系。好，那大家算是这样子，我的一些想法了啊。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这个东西，我们到后面再说吧。我们先讲下资金流部分。那上周五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啊？我们那时候讲嘛，讲说那个呃上市的这个指数啊，就是这个柜满这个 AI 指数哦。那时候说嘛，我在想说，哎、欸，会不会它是要看向这一层的这个地方？然后所以说刻意去防守。那我不曉得今天刚好因为大涨，那是说它守住了吗？ 那如果说是的话，我其实我想把它当它就是守住了，就是说今天的这一个，应、欸、该、就是、上周五的 AI 的部分呢是最后一跌了，接下来呢开始会走一个呃突破后的回撤上涨，至少又再度涨到这里。那要不要突破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感觉上明后天呢，搞不好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要不要突破，我觉得有一件很关键的点就是，技嘉伟创跟广达这三档，其实今天有上涨，但是他们只是只是有点，哎、欸，从这边看好了。 但他们是怎样？他们他们是怎样涨到了又涨到他们压力哦，像是广达市场比较少一点点哦。那这个伟创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是比较强势一点，因为他他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感觉上也要做突破，但是就是有有人把他压下来。 就想说这个一一七点五突破了会不会其实是有办法形成下一层的一个支撑？对，就是说突破呢回撤之后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支撑进场的机会。对，那尾双是这样子，那这个呃，技嘉也是嘛，技嘉也是，就是它也是比较强势一点点。那我想说，呃，这这个如果说真的要突破的话，那变成说他们那几档是必须要往上走的，哦，必须往上走。那目前的尾影也是很强势嘛，哦、很强势，今天又再度的涨大概五六趴回来，所以我会觉得说 AI 这个区块呢。 哦、在上周五止稳的，对，那我们去先直直接把它当做，它就是确定止稳的这件事情。 好，那再来看一下啊、哦，旅游股了啊。我画这个颜色代表说呢，其实我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会待会来做一下分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哦，我还是会往这个电子族群去看、啊、那主要呢，并不是说我只是听从某某人哦，某某人说啊、哦，就是呃，未来的走势怎么样哦。那以前我会这样想，但是呢，后面呢，去自己去操作，大概两三年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欸，传统内股的股票真的是比较难操作。 OK，我们如果单纯看线图，它就是比较难操作哦。那呃，比如我们刚刚讲嘛，饭店啊、旅游啊，然后一些钢铁啊，钢铁当然也有，但是一些可能市值比较小的。再来个航运哦，航运，但是航运的部分可能会不会三雄？那再来是什么？散装航运那些，我个人都觉得说是比较难操作的哦，是比较难操作、呃，尤其是他们前面基本上都有高点嘛，因为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炒得非常凶，所以说他们的一些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套牢的压力。那经过多多久消化，不晓得，有可能呢。 呃，就是呢，大盘一直持续上涨，有可能搞不好真的又让他们就往上走，像是长龙真的已经快要快要把之前的那个高点快吃过去。如果说你从以前放到现在，再加上它除权洗的话，哦，那真的是快要到达了最前高那个成本了。哦，跟台积电一样，哦，都快要解套。那台积电是怎么样、哦？上周的时候不是有讲说台积电的之前的什么呃大学长哦，都快要这个哦，今天还要上涨四块钱。对，那这个以这个。 日线结构来说了，目前我觉得我们直接沿着五日均线去看。那前面的一些压力，我个人呢，就我个人觉得，我先讲，我现在看不太懂。我目前看不太懂的一个阶段。对，那大上就是这样。所以那就是我刚刚稍微又把这个强势排行榜呢看过一百档一轮。那去总整出，大上今天其实涨了非常非常多。然后这个呃 PCB 也是非常非常多，甚至进场的这个电影头，跟我们今天我们了七八哦，不错。但七八讲说要不要卖，还是没有卖哦。那其实 PCB 这个东西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之前就有讲说，哎。 已经跌的感觉上已经跌了一个一个半月了，但是有一些潜在机会了。那希望大家是没有去乱飞高，而或许前面的位置是比较好一点。当然后面会,会往上喷，诶我也不知道啊、哦。再来是汽车领主，今天东阳啊，也会要挑战它前高了。然后我自己上周五的那个太茂，人家散热就很多嘛，七红双红，那什么什么建测那一类的啊，那我没有特别去非关注，不过今天也是长得还不错。但就是还是要挑选一些支撑的点位进场。对，那。 真正呢去分析的，我还是把它放在这个就是会员个股了，因为我其实也是看到，然后我喜欢的就把它丢到那边去。刚刷了一百档强势股，也是喜欢的把它丢进去，然后我说后续可以观察，观察到礼拜三丢进去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就来看大盘吧。那大盘的部分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大盘是持续往上喷啊，然后蛮重要的位，蛮蛮重要的点是说了，然後上周五的时候就讲说，呃，什么事情？哦，上周五讲什么事情？我说呢，每一层呢往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时候上周讲的东西。上周讲的东西是用这个日盘的哦，日盘的这一个呃期货去看，只有单。 存日盘的，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呢，那上周五给了五个点嘛，一二三四五，OK。那今天呢早上是开在这里，然后之后过大概呃半个小时，九点十五分的时候就涨上去，这个就突破了，正式突破一八零二零。那现在多一层一八一二零，一八一二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这边画一二三四，然后目前这边又多一个五。 我、哦、多一个五，所以说它目前此时此刻呢，短线很强，长线也很强。哦，长线不用说嘛，一定是往上走。那短线的意思是说，它基本上都没有任何一个做头破线，就是你知道沿着一条均线，好、哦，每一天你基本上这一个呃这个都很好操作了。只要沿着一条均线，基本上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呃部位的控制哈、哦。那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到这裡什层嘛，一八一二零。所以说现在判断短线的话，我们就以。 它假设跌破了某一层，那当然，因为现在已经抬高了嘛，可能上周五讲的是一七九四零，一七九零十四零其实也是撑了一天两天，哦，这样子哦，撑了两天，然后就往上走。对，那目前是看这一层一八零二零，哦，不跌破为主。那以前方我们就来看日线结构来说，感觉上一次有机会压在一八三五零，但是这个点位也不是说一次到到达之后马上去做空啊。我们看一下，呃，一八。 三五零啊，这个地方一八三五零啊，是前面这个位置放大给大家看了。之前呢，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关注的看我影片哦。那那时候其实这一层呢，它是否有压有吗？那时候我们就说一七七五零是目前这一层蛮重要的位置。那之前我说，呃，我们就判断嘛，大盘有没有机会突破？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是蛮有机会，因为其实那时候判断的时候，它就已经突破一七七五零了。对，所以说那时候觉得说最重要的这个压力点是一七七五零。那现在接下来是一八三五零，然后离现在大概一百多点。对，那我不晓得它大呃。 大盘到底会怎么去走？那我们先关注这一个价格，那之后再看看吧。然后，呃，短线就是用我的方法去做判断。哦，如果说你发现呢某一天，哦，某一天呢，你的比如说你的追高的部位啊、哦，或者说你当下呢，你觉得说，哎，感觉上有一些短线的短线的部位想要跑的话，那以大盘为基准的话，就是这个位置。目前，明天看这个位置不要跌破。当然，会不会在半夜图半夜跌破，那明天早上跌破都有可能，对，都有可能，不晓得。 好，那再來看它购买指数的部分。那购买指数呢？其实我在思考了哦，原先不是说看二三三这一层嘛，但是呢，哎、欸，在它前面的位置哦、喔，发现说今天其实大涨，然后但是它还是压在大概二三六点五这个位置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就原原先是判断刚才是二三三嘛，但是呢，现在感觉上看好像压在二三六这个位位置哦。那就算今天上涨，那仍然受压。所以我在想说，我画的这个支撑到底对还是错？我就不晓得，我就打一个问号。那目前呢？ 还是沿着五日均线看明天的行情有没有办法直接越过去哦，越过去如果说我再回撤哦，那我们就确定知道说哦，二三六就是目前此时此刻的支撑，这样子、哦、那当然我这边有画一个，如果说假设这里是一个下漂期的话，抓一个涨幅满足是刚好是到达前高历史前高二三九，那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这样去做，因为其实画结构的一些。 呃，满足点我没有到那么在行，那我不好意思不会说啊、呃，我画的已经正确，然后做这样的判断，对我还是比较以承压结构，然后可能刚刚看了一些短线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嘛。那今天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大涨的一个结构啊、哦，这边稍微瞄一眼就知道哦，比较差一点的只有这个水泥的部分。好，那再来看一下，这是这个呃美股吧，美股上周五的啊、呃，那时候讲说是这个地方哦，说一个 M 头，然后跌下来是到这里，那其实它在半夜的时候它有一些穿线 那、啊、目前一些穿线，那呃那时候讲说，哎、欸，这个台股呢还是比较强势一点。那目前看起来也还是，就有点像是说之前台股呢压得很严重，然后现在在补这一个呃这个美股下跌的时候，我们这个台股在上涨的这一段的感觉，哈。只是说美股之前太强势了啦，那我们没有跟啊，现在在现在呢也不跟的感觉啊，现在在补涨啊那种 feel，然后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我有点不太确定说它支撑压力应该在哪裡，因为这边有一个穿线结构。 我、喔、这边在昨呃，在这个呃，这个周五上周五的时候，有点穿线结构。那目前打了一次，然后现在目前打了两次，是在这一口价格。然后这样看起来的话是呃，这个地方是为一个压力，对。那我不晓得它的走势该怎么走啦。不过目前我们就切开，因为是小时嘛，我们切开日线结构的话，来稍微瞄眼说它到底有没有跌破一些短均线哦、喔。那短均线部分呢，是在上周其实有点稍微跌破。那我最终呢，我会看向啊，假设我刚刚那个画线的，哎、欸，我不看，那我会看向问。 就是这里我看现在位置会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区间的底部哦，这一根的底部。就是我看的框，要框它看,看这这地方。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旦横盘往下去的话，你不敢看五日、看十日，有可能都会均线纠结，然后就结在这边你会觉得说啊，一下突破，一下跌破，一下突破，一下跌破。那有可能就是目前看起来，只要不跌破这一个。 这一口价格的话，那它应该会是偏偏于是一个盘整盘。那如果一旦跌破去做收的话，做收的话，那可能如果说我在这边机会止稳，那样止稳；如果说没办法止稳，那就会回到这一层，哦，就是这个会来一个重跌啊。那它如果来重跌，我觉得台股。 呃，在周三之前比较少会反应，因为可能周三的时候会一些呃选择选择一些就是获利了结，那之后比较有机会哦。可能周三的夜盘、周四周五，那下周一会比较危险一点，就看目前呢纳指的一些目前的一个结构这样子。好，那看一下比特币哈，比特币那时候讲说了哈，那时候呃在上周五的时候讲说，哎、欸，我就是完全觉得说它会跌下来，而且我没再跌下来，它是直接在这边哈、哦、做了一个算是比较小维度的小时 K 的一个 W 底，然后就往上喷了，往上喷了。那目前的一个压力点。 是在六在这条线上面压了一次、两次，然后三次、四次，然后做一个假突破。然后刚刚呢，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去做空，我在空在这个大概是四二一八多啊，一八多的那个位置。然后停损是，我停损没有抓这么高，抓这一层。然后我预计看有没有机会掉到这里来，但是也不一定。 哦，那我是下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部位，因为有些人是看这条上升趋势线，因为就想说这一层可能不会跌破这样。那目前呢，我看结构，我是觉得说了，我个人比较希望的是它来一个回撤，哈、哦，这个地方如果说回撤成功了，我应该会想要去接多，然后停损在守这一个，就以日线的一个结构去做一个操作，对。那不晓得到底会怎么去走，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对，那在盘中在中间会不会卖掉，我也不确定，搞不好呢看到一些比较偏反转的，或许我会走。 看它怎么表现，对，有可能打到这边或慢慢来，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一个双支撑的话，或许我会逃跑了哦，或许的，或许对，那呃，目前想法是这样子啊、喔，我会觉得说会以一个呃约破底反弹，那我们就以一个做大做多的区域来去看，可能是有机会去到达这里，甚至去突破，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走。目前蛮多人看一下这个地方就会有压、喔，我看有一些分析啊、喔，我再看看分析是这样子。好、啊、了，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吧。那我们最后就是来讲这个东西哦，就是这个呃一个新闻嘛，我们来看一下。 好，来看一下，那这边是包括带一些观念，然后对，反正一些观念的东西，然后加上一些呃个股的分析，就是旅游股、饭店股是抓三档。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在上周其实就炒一些新闻啊，也算是播新闻，不能说炒啊，只、就是说长隆行的技师呢，好在这个过年期间的时候哦不罢工的哈，旅游涉股哦。 松口气，那我相信现在大部分人应该都没在看旅游股啦，应该还是 A I A I A I 的感觉，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子啦。对，那目前的呃，他什么雄狮股价带头反弹，那下面有,有喜欢的话大家就看一下，然后我是打算抓上市的三档哦，啊不是抓这边的，我、哦、们就随便抓。好、哦，那我们就来做分析。那我分析这五档哦，这长航、华航、云品、韩设跟雄狮，然、哦、后在这个市场一片呢，在今天算是较好的行情里面，哈、哦，我要提醒大家小心为王。好、哦，那不是说外面这边炫耀自己的。 绩效多好，没有太大意义的，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我们觉得还是逆势而为，逆势操作。虽然说这个主题可能没有没有多少人喜欢看哈，因为这个操作人比较少。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长龙行，那长龙行的部分啊，目前是在这个区域嘛，所以说它这边弹一波，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因为这是我刚刚就直接画了。那它的前面的一个结构，它是这样走了哦。如果说， 硬要画，我只能说硬要画，把一些呃空间啊都省略的话，底部这个地方啊，它蛮有层的，它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结构。我、哦、虽然说有点丑哦，头肩底呃可以去追踪一下这个 I G 哦，那头肩底是这样子哦。哦，那时候讲头肩底回撤，那它的形状没那么漂亮，因为我说诶右肩可高，然后右肩可平嘛，然后右肩可低，但是不能低中间这个地方，那它的结构你拉过来看就知道说，诶它是可高的，它是直接在这里。 然后就突破了，然后目前呢，它是横盘在这里，所以说今天这个上涨啊，其实有点呢，涨到差不多到达压力。我、哦、之前这边有做一个破底，呃，假突破。那假突破呢，之前我们在嗯，其实我这边有打，就是一些比较偏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哦，这个东西哦，在这个测试啊，然后我就说。 呃，形如最后突破形成假突破嘛，然后说此图最后一根 K 棒正式贯破下来嘛，好这一根贯破下来，然后我就说记住哦，当形成假突破的时候，做多都就要停损啊，做空可以介入啊。如果说你想做空的话，啊、那我是打错这句话了啊，高几率到达波段的前低点测试哦、啊，这个你要我举例的话，我可以举大概十档个股哦、啊，但是我现在是不想举哈、啊，现在不想不想要那么复杂了哈、啊，那反正呢就这样子，形成假突破有机会到达区间的底部哦、啊，是这一根。 哦，这区间底部，那今天做一个反弹。那我个人如果说你今天去进场去追的人呢，比较不好，因为如果我真的要进场，哦，我不要管它了。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长隆场这件事情。好、哦，那我会进场的位置还是仍然在这个地方。哦、不管你是要去追。 呃，后面三二点五的或三二点六的一个突破，然、喔、收盘的突破，我还是要等它回撤，一定都还是要等待这个位置。OK，那我们就要看继续看下去。那华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华、喔、航没什么特别。那它是在前几天呢，它更加弱势跌破区间的底部，区、喔、间底部。那它一些撑压结构有改变，呃，有改过了、喔。那它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然后做一个这边就是一个破底翻突破回撤，然后今天刚好被长老航往上带，但是我觉得整体上还是蛮弱势的啦。哈、喔，整体上还是蛮弱势。那这点我是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应该这样子放也没什么问题啦。 其实这档我不太确定，因为这种放在这里，那它也是有这个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哦，突破了两次，然后都是失败，然后掉下来，哦，正在跌破。对，那目前的区域它可能，呃，对这个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也不太喜欢。我比较，我我个人比较不喜欢是这样直接上去，因为这样直接上去的话，它比较有高几率形成的东西是这样，它比较高几率形成的并不是 W 底漂亮的东西哦，漂亮的结构，而是会进行这样子。当然不一定每一档都是正确的，会进行这样子哦。这样结构是什么？对，然、哦、后这边都可以看到。 给大他讲的东西啊，它会形成类似像上飘起，然上飘起，下跌后呢，缓步上涨，然后最后再跌步上飘起。对，那就是我比较怕的，所以我我才会在节目里面说，我比较喜欢的是这样子，也会在里面这样画，哦、喔，这样的结构。对，OK，那再来看一下云品，云品呢，哦、喔，比较复杂一点，我们就另外一边看、喔。哦，刚好我先画哦、喔，那云品的部分呢，目前呢，整体的大结构嘛，支撑就在这里，哦、喔，是日线级别，然后下面这个位置在这里，对好、喔、那大家看一下啊、喔，你看、喔，我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处处在这个结构里面都会有，这个地方就是之前打一个 W。 然后我记得那之前有人问，但是我自己一个人没有进场。好、哦，他在这地方打一个 W，那为什么我这样讲？你看，这是向上升趋势线嘛，然后这是 W，然后后面他突破，但突破这边没有机会，我们有机会是在 W 点这个地方去做进场。它结构当然不一样，但是在我们的这一个里面，今天刚刚发的，好、哦，刚刚发的，我、哦、讲了一句特别的话，哈、哦，这个、地方嘛，哈、哦，是形成了 W，形成了 W 之后突破回撤，当然是有回撤。那这个云品的部分是没有回撤，只有一根突破，所以说我只能追或者是等回撤。那当然，当然这两个风险，有可能追它做失败。对，那其实不难，哦，不难分，但是真的要去画。 画其实是不太简单的，但是呃，我自己个人是会把它画成，就是说，呃，我想要表达东西是这个就是说，我认为我只要学会一些基本的形态，再透过大量的画图，简单的图形也能够获利。就不要觉得说，呃，就是呃，画的东西就是我所讲，那真的是你没有看过我的影片嘛、喔？那我们现在就是全部的，欸、就是再跟大家来讲解一遍。喔、我们讲回来了，我们講回话这个地方，那讲话的地方的话，哎、欸，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算是不算 W 底？ 但是就是比较偏左侧这个承压结构互换，我、哦、这边是压力嘛，然后转变为支撑反弹之后，这个地方灌破反压反压反压压力压力突破回撤，我、哦、这一根穿针回撤，然后往上走，今天刚好涨四趴。那但是呢，现在有一个相徐之线，那整体上的一个概念来说，我个人是觉得说，哎、欸，如果说明天卡在这里去做开盘，或者说根本就没办法突破的话，就不要看了。而且基本上我刚才讲哦，真的是要进场是在这个地方进场，真的要进场也是在这個地方，而不是在突破这里。我觉得突破这里呢都比较偏危险。当然啦、啊，我看过一些呃操作家。 货币它会在这边划线，但是我就觉得说，在台股真的不好用，真的真的不好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己呃，曾经也是有一段时间就这样做过，但我觉得就不太好用这样子。对，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这个位置它卡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些道理的目前这样子，这一层跟这一层哦，这个地方一个交叉处是一块压力。对，那我基本上啊分析，但是我应该还是不喜欢。我、哦、如果有一些资金，我还是会把它丢到这一个嗯，就是电子的区块。 那、啊、你就觉得啊，到底去分分析分,心分析分析心酸的是不是？对，也确实是这样子。我目前来说是这样子。好，看一下这个呃这个寒舍吧。那寒舍的部分呢，之前有问，然后说，哎、呃，这地方是一个 M 头，它高点的量是这样子，然后它的反弹这一根的量。 哦，是这样爆超大量，这量是十万张啊。那这边这根最高最高啊，隔壁可能是被出货嘛，所以说可能这两根是差不多。这根搞不好也是被出货的量、啊，哦是五千张。对，它这边出货过一次，就一路崩跌，哦崩了大概可能有三个礼拜都在崩吧。哦，所以五日均先敲下去就直接到底了、啊。哦，那再来呢，这个地方又反弹了，然后爆这样大量。所以我个人那时候有问说这边是不是破底方，我说是啊。 哦，但是呢，我个人就没有到那么的看好，我、哦、没有那么看好。当然，呃，如果说当时候进场是的确是能够赚到可能那个三趴四趴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个人就不偏爱，哦、尤其是它有这样反弹的大量，哦反弹大量，然后这个大量基本上就我把它认定为是主力的最终出货了。虽然说虽然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这么深了哦，但是呃，我我会觉得说这根出货是这个量是蛮难过的，我蛮难过去的。对，这边说，哎，如果说我今天有两档个股，那一档个股是有办法呃告诉我说，哎，有机会涨了五十趴，那呃，另外两个股呢是说，哎，涨十七趴，可能真的就涨不动，而且是很明显的压力。那明显它整个族群，它它这个它的量都是比较偏少，比较难操作。那它的未来是比较没有办法可期的话，那我觉得说那就算了，我还是会同比资金，那我是丢，可能有未来有机会，可能五十趴那个会丢这个十七趴的，那是我的一些想法。 好，那我们讲最后一档，我們就这个 ending、哦、好，来看一下这个雄狮哈。那雄狮的部分的话，我是画一些结构啊。之前在这地方的时候，也是有画，也是有分析，也是有丢那个会员个股，但是它最后最后还是崩跌下来。那它这边比较明显，应该是这边走一个呃下降的格局，哦、走一个下降的格局，下降趋势线，压、哦、下来，诶、欸，很漂亮吧？一二三四。然后目前呢，今天涨上来，感觉上也是受压。那你看、哦、这个新闻是什么？这个新闻是什么？ 雄狮股价带头反弹，对，好，雄狮比较大家都知道啊，他讲雄狮啊，但是呢，呃，我们看它就是一个呃非常，对，完全就是不会想要做进场的位置。那这一条线是大压力，这个地方是小压力，然后小压力今天目目前只是看起来呢，你说它有过吗？看起来没有过，所以就觉得说这一层可能上是有机会再往下去跌的、哦，往下去跌。那这一层呢，搞不好炒机会做止稳，对，如果说你看大大大大格局的话，哦，搞不好这一层跌跌跌到这地方，然后炒机会做止稳。 然后呢，在呃横盘一段时间，然后可能还要吃到一些什么话题才有机会。不过我想不到旅游还有什么话题，对，我想不太到。对，之前是有话题嘛，风只是那个疫情的部分，疫情结束的那一段嘛。那我想不到后续如果说它真的好跌破了，然后做一个 W 底，然后七筹码成功把上方的人全部呢打掉，哦，那它真的要做一破底翻。那它高上来的话，它高上来的话到底还有什么话题可以去讲？我目前是想不太到。 我、哦、目前讲不太到，对，那大家像目前的这三档的分析这样子，那里面最强是应该是刚刚讲的云品吧，不过都还是有下弯趋整个格局就走得很像，只、就是、有三角收敛往下去收的感觉。好了，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吧。那如果说对有问题的，有也想要问个股可以问，因为我们就是略过了很多讲个股的东西，那比较想要带观念，或者说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对，因为其实准备一些呃资料就需要花时间，对，那不吝啬的话点个赞，OK。哦，那上周五哦，上周五讲的这个华府哈。哦 反弹啊！如果说被套牢的，今天恭喜啊、喔，有五趴啦，哦、喔，有五趴。那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反弹呐、啊？啊，可能因为刚好大盘不错吧，那会不会可能压就就会压下来？所以嗯、呃，真的是不要，我是不希望有人诶、欸、听了分析之后，然后又跑去追高，又追在这个最低方最高的地方。那你应该这边就有机会嘛，对不对？所以说对，就是一些观念哦、喔，还是要带给大家。哦、喔，并并不是说买进卖出就是那么一条线哦、喔，那么简单的东西。哦、喔。好，谢谢大家，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接下来会不定期更新。喜欢这部影片的内容，请订阅及分享。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